面对经历大风大浪的真男人。你们都是熟男，而且真的对人性两性有很大的看法。面对性感尤物，哦，不是不是，不不是，哎不是。你想跟我一起吃早餐吗？我操，你要做哦。好，你武林哥哥好坏呀！他的心跳已经破表了。Tag me。来认吧。你随身活动可能强。你烧香呢？我可以脱下衣。你听到烧香？哇，烧身了热。面对性感女神诱惑，真男人波涛汹涌。请收看综艺大热门。Hito， 哎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各位，各位，怎么样？这一台机器一摆出，又来了，就知道事情大条了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邱永林，邱医师，哎，现在变形了。邱医师好像感觉不，越来越有型哦，整个人变了一个样。这个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久了以后就知道你这个 style 很重要。哇，现在这台机器啊，很多夫人都在问，可以去买吗？买得到，买不到？对，为了不要让台湾离婚率再高，所以不卖。哦，没有买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有一些室内设计师朋友说，现在贵妇要求装在玄关旁边，哎呦，回家之前贴一贴。对，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那是不得了了，哎呦，哎，第一位当然是我们的常客任拔。感恩，那第二一位啊，应该算是啊，其实稀客，稀客，贵客临门啊。对对，以前呢看他的书看很多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伟人。哎呦，哇，他能够对人性的剖析有那么高深，相当不容易，竟然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啊！而且我发现有一个晚辈跟他好像，谁？我下次一定要叫他模仿他。哦，谁？大根戴眼镜之后，好像。欢迎土林老师，哎，来来跟大家。Hello， 林老师，麦克风麦，林老师，不敢当，因为这十年来我都在山里面啊，所以我现在的专长是草木禽兽性生活。哎呦，我的妈，性生活，他们的性生活，他们怎么样交配都非常清楚，哦，非常了解。哎呀，这个好啊，接近山林，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，有没有？重义者怎么样？不要脸。是，对，但是我们一样是带给大家欢乐。嘿呀，那你现在还有写一些两性之间的书吗？没有呢，我看人家天天向上，我现在是每况愈下。哎呦，哎呀，你都怎样天天向上？不干。欧弟在内地现在算是第二红的。对对对，第一红是宪哥。对，不要这么说，先不要嘛。那第一红是汪涵。来，大家没错，知道的。不过你这几年就是跟动物啊、山林这样相处，书还是写？写，还是写。大自然的书，我觉得更期待你的书，因为道法自然。哎呦，你看你在山林当中可以领悟到人生很多道理。哎呀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好吧？再来什么？黄天仁老师，天老师，这位串到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说阅人无数，它是一个形容词。是阅人无数这件事，对黄天仁老师，它是一个实际的代名词。哎呦。怎么说？因为他拍写真集，拍过很多美女啊。你拍过很多的，是吧？很可怕哦，大部分都拍过吧？哪一些？厉害的，郭雪芙，郭雪芙，来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林志玲，来，你就来，还有吗？继续讲，再来，小 S， 小我讲，来，再来，天饶，你想想，都讲烂的，讲谁？讲。你哦，就算了。老师拍过你啊，拍过你，不，听说不，拍露很性感，拍露露内裤写真照，还请假，还拿了5万块的露露，麻烦说不要跟人家说我拍过你。宪哥被当做没有发生过，很厉害，真的吗？而且我是用一个白布这样披着，然后很性感。这个对摄影师来说是不具名的悲伤。三位经历大风大浪的中年大叔将面对两位尤物的性感魅惑，评分的标准以脑波仪器所侦测的数值判断心情起伏与反应，性感女神对上捕获男人，魅惑表演能否激起男人们的内心静海呢？今天三位你们都是熟男，而且真的对人性两性有很大的看法。是的，我们先让你们看看剪影。第一位接受测试的就是任拔。第一位挑战者是为了阿兰，为了女儿定力非常够的任拔。照理讲，此时我都入睡了。
对，所以你这个时候找我来看这个节目，我非常感恩。哎呦，因为像我这个年龄很难有那个你知道天雷勾动地火的机会。哎呦，漂亮！正好这样，那我能够在山河再震动一下，是是，非常感恩，非常稍微再震动一下。感恩感恩。各位，后面已经有两位美女准备在那一边，太好太好。各位先来看看第一组，有两位要出来跟他挑战。哟，你好。哎呦，一次来两。要秀要秀，好嘞，后面这两位你好。Oh my god， 你好。哎，江湖人称，江湖人称筋开腰软之哪里都能劈之长腿舞姬。筋开腰软之哪里都能劈。哎呦，这个就厉害了。那另外一位呢？我是南霸天性感尤物。南霸天是什么东西？南霸天，南台湾，南台湾地区，南部南波浪，南部最强就对了。今天他们两位出来。会一段极为性感哦，性感到妇女同胞会骂三字经，超正超杀，超杀超正。然后这位，好吧，麦克风啊，你夸了，哎呦，忍不住了，忍吧，你能留下会吗？还是会下流呢？是最下流。一起来欢迎他们两位出场哟！欢迎。哇，任拔的数据，哇塞！彪哥，彪哥，你这样就冲到100啊？太快了，可能吧？不准，任拔太快，可能啦。这个是什么？他的任拔现在很忐忑啊，忐忑，所以他还不敢放松。他那个能不能解释 low？ 他是说他的这个放松程度很低，也就是他很紧张。哦，紧张 ，nervous， 兴奋，紧张。哎呀，我心跳已经最高飙到130。哇，哎，那个心跳已经破表了。哎，他们还没表演呢。好强！换个角度看，表示我心脏还蛮有力。二是，瞬间跳到130，身体好漂亮，可以漂亮，快去骑车去了。可以，来来来，你今天你们两位的标的物，好吧？这一辈子当中最恨人家不性感的，来，英英先跟你的标的物讲一下。哎呦，好香我的嘛！什么好香？什么好香？好香！什么啦？来来，到了这样子，我们上辈子烧什么好香啊？这是在工作嘛？这是。对吧？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不只是长辈而已，是偶像。然后今天等一下跳舞的这个时光，就是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哦，然后我好想做你的哈雷。哎呦，哇！做你的哈雷，可以坐后座吗？南霸天在这里。其实一上次我看他表演跳舞的时候，我就非常非常心悸。哦，是他的表演动作中哦，太性感，太可怕，太性感。来来来，他有话跟你说。任拔，你好。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愿意什么？有没有讲清楚？我有遐想的空间了。我愿意什么？这个有反应，我有反应。这个有反应，哎呦！我发现只要是女生一撒娇一讲话，任拔就有反应，不得了。他是听觉的动物，任拔吃这一味，他喜欢有反应。讲来讲，有什么话想说？因为我想跟任拔说，孩子都大了。你自己开心最重要。哇！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来来，我待会儿，等一下，我待会儿问制作人这一集什么时候播出来。好，千万不能让我太太看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任拔，你愿意做我的主人吗？刚才，哎呦，女人之间的战争就是。他为了你打起来耶。你愿意做他的主人吗？我错了蛋哦，英英先来的，哎呦，可怕了！你带来这个是美艳的寒风舞蹈，英英的舞蹈很棒的。一字马女神英英常在大热门带来精彩演出，今天又有什么勾人的表现呢？英英美带志带来美艳寒风挑逗 ，sexy 哦。哎呦天哪，英英，哎呦天哪，你看。You need to get it straight, huh? Wow. Oh, no, no. So selfish. 欸，很少看他跳舞跳得比 dancer 好的。哎呦。哎呦，天哪。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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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天哪，哇，音音好性感哦，我的妈！腿好长，好辣！哇，好辣！哎呦，手长脚长啊，好会跳，好看啊 ！All you can， 哦，哇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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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哦，哦，哦，亲爱的，哦，八折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哎哎，刚胡姐，阿爸，欢迎，不行，他老婆在看，他老婆不行，那个线太短。九六，好，银器出来，九跟六，好，来来来，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是这个，虽然九六，任爸刚才已经尽力的在压抑了。六是说他的兴奋程度，十分里面有六分哦，哎，然后九是一般的哦，一般的状态，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对啊，六加九，六的话要乘以二。六再乘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加九，九，二十一，哦，厉害了，有没有？那我也必须跟苦林大哥讲一下。那苦大哥是第一次上我节目，是，我不是这么不正经的，很好啊，很好是吧？那你固定，好吧？固定，以后你固定，好吧？因为认真的女人最美。我刚刚看到她在书画那边练习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些女孩子真太可爱了。但是她怎么会没有感觉呢？哦，这个我要强调一下。怎么？因为我是你忍着，不是忍着。我个人啊，我跟我太太结婚37年，我的摩托车用了27年，你念旧。我太太用了37年，不敢，还在堪用中，不敢开发新款。怪怪的，不是我的个性就这样子，就从一而终的个性。天哪，对，任爸有一次很认真跟我讲一句话。是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好多人都痛风。”他说：“男人想不痛风，要从一而终。”好，那么恭喜获得21分，谢谢，欢迎姚彪的表演。来，南霸天姚彪会使出什么样动感火辣的表演来勾引任拔呢？可怕的女菩萨机！哇，别以为前面风光好，后面还有包厢两位。我的天哪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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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，眼神眼神，哇哇！阿尼干好，阿尼干好，哎！哦，一个人就搞定了，哇！绿色飙高，绿色飙高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吞口水，吞口水！哇，任拔，任拔就是喜欢看人家做家事的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啊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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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哦，不是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不是啦，我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不要，先不要，你这个，哎，哦，这么啊，完了，哇，天哪，犯规，好，犯规，有用道具，犯规，来，蓝色24，绿色19，19乘以二，62，哇，先不要，62，科学，总共得了62分。哎，我也差太多了吧？姚彪，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么性感一面，而且你的菜，谢谢，你的菜，任拔，
其实刚刚讲男性话，我个人认为英英跳的最性感。哎呦，但是因为他跳着，因为他眼神一直盯着我。哎呦，不不不不，眼神我最怕眼神，知道吗？建哥，建哥，我跟我太太啊，哎，晚上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特别强调，你眼睛要看着我。哦，也怕叫错人，不能闭起来的。讲得很详细的吧？怕叫错人就对。眼神会是我的杀伤力。紧要关头会逼他说我爱你。眼睛是我杀伤力，眼睛。但是你就不要再争辩了。你知道，我以前有一部 Aston Martin， 嗯，的车子，那部车子25年了，那发动要差不多半个多钟头才能开走。刚刚前面是因为发动之后一直没有 keyboard。前戏由他处理完之后，他突然间抹地板，你突然间就 Q 钮放进去之后，呼就走了。因为我觉得任拔还是喜欢看一下作家是，对，知道吗？是不是这个情况？来，黄天仁老师，其实蛮特别的，因为这个太靠近了，真的会有压力，有压力，真的有压力。人家眼神真的很媚，他连旁边看的本来开开的，现在都已经夹起来了。要小心啊！哎，刚刚坐在那边，我坐了好男人哦，一看就知道人好客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结果现在突然你讲，现在是很好客。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说，美在于形啊，人让人瞬间悸动；但是美在于神啊，让人永恒的感动。这种紧要关头，你还在吟诗作对吗？他在试图冷静，你会试图冷静，就好像我们背99乘法表一样，会比较久一点。放松，然后会不会跟夫人说，你一定要看着我的眼睛，你还在吟诗作，活泼山河在，沉淀这个木生，努力是春耕，念这个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哎呦，好好，那么就是。可以接受这种感觉吗？没关系啦，我可以拿啊。而且刚刚英英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还吓到？对啊，姚跳跳完之后，英英还跌了一跤。干嘛看到啊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想，因为我觉得表演类型不一样，他是那种舞台，你知道？可是他这个就是勾人魂魄，完全是针对一个人处理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眼神太恐怖了。任拔真是个爱家的好男人，女人只要贤惠，他就受不了啦。25年的老车，半个钟头。这里有一个40几年的男人，这热机要更久，就来就轮到你了，好吧？欢迎苦林老师。耶！隐居深山多年的苦林老师，能否成功抵抗凡间的诱惑呢？厉害了，两位已经在后面了。你好。哎呦！哇，还真的这一次。哎呦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讲。哎，来来来， Hi. 哎，你好。那么江湖人称，江湖人称，演艺圈数一数二性感女谐星。哦，哎，数一数二，好像对自己不肯定。而且性感女学女学学学学星学星、哦、女谐星，但是谐星性感起来，那才叫致命的可怕。真的真的真的，这个很好笑，反差很大。哦不，你那就错了。真的、哦、对，有一天呢、哦，我们录影的时候看到一个女谐星，对，她突然间转过来，然后。身体靠到一下，这样，然后一转过来，哎，还真有感觉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杨秀慧。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。你不要听我。或晚上我就看医生。立花修。晚上回家我就看医生了。对呀、啊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我发烧。哦。对，那就对了。所以邪心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所以那个感觉是感冒前兆的感觉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另外一位呢？哎，我是。狂野魔力美少女，魔力美少女，魔力美少女，这个听出来相当词穷喽。对，是，但今天后面这两位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恐怖的程度啊。远远超过刚刚第一组的，怎么可能？比他们还犯规，可能吧？第一组他们已经吹个紧绷了，对对对，身体好吗？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吗？全身都不是好的，是吗？对，怎么办？大部分都坏掉了。那看完野兽之后，看人类的会不会？如果今天能在这里壮烈成人，也算是值得。战死沙场，金不换，所以看到不愿意庸庸碌碌，宁愿战死沙场嘛，就是这样。就来来来，欢迎他们两位出场，很可怕哦，请。欢迎两位！哇！小茉莉跟瑶瑶。哦吼吼！建哥好，大家好。哎呦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！好，建哥好。乖宝贝，乖宝贝。好，露露姐好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加乖，加乖，这两个等于都是我的妹妹啊！真的吗？怎么样了？那个瑶瑶先，瑶瑶先。先跟苦林哥，苦林哥哥，苦林哥哥，阿舅哥哥，阿舅哥哥，苦林哥哥，
哥哥。没关系，现在很多人叫爷爷了。不会，我今天是哥哥，大概麻烦你喽。好，大概的给你看。哎呦，大概就麻烦你，辛苦你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没问题，我尽力。我也是啊，我一定尽力。尽力什么？哥哥你用的。我们多少年来都是保证这四个字，一定尽力。是的。对啊，有没有？这几年里面你都在山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几年我都在山里。哎。嗯。这几年我都在山里屯，在山里，我们在山里呀、啊，我们每天过上的日子。对啊，有一种东西哦，刺激太久，到最后就没有反应，你真的敏感度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吃很重咸呐、啊，难怪你喜欢养，难怪你喜欢秀慧那类型，秀慧感觉，哇，而且火山呢、欸，哇，啊来来来来来，茉莉，哇，哎等一下，你仔细哦，这个是性感爆表。爆表，苦林哥哥好、嗯，你想跟我一起吃早餐吗？吃早餐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做哦。好，你苦林哥哥好坏哦。苦林哥哥你很坏哦。你要因为我不会做早餐嘛，我煎荷包蛋连翻面都不会翻、啊，翻面都不会翻哦。那你要帮忙翻哦。OK， 那今年两位的舞蹈可能是很厉害，是不要自己咖喱顺啊，是比较性感的女友的诱惑。但是苦林哥哥，我要先跟你讲，待会呢会有一个男生，他跟我一起跳，但我希望你可以过来救我。你叫他去死吧。他先来，他这个叫女友的诱惑，太可怕了。来，已经接上了，哎呦，哎，还没开始就八跟四了，厉害哦！聊天就开心了啦。啊，来来，瑶瑶的表演，来耶！拥有完美身材比例的瑶瑶，能否唤起苦林深藏已久的悸动呢？瑶瑶带来女友的诱惑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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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看那个腿太过分了，哎呦！哦，哎，冲上去了，多少多少？五十七，五十几啦？五十七了，没有哎，六十三。哇，山里面没有这个哈、哦，山里面。哦。哎呦，那个腰花，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哦，哎呦 ，friend 哦，哦，哎呦，天哪，不用，哇 ，Oh my god， 哇，端便当盒哎，那个芙蓉啊，芙蓉便当盒哎。Oh no！ 啊啊啊啊啊！看点不是在女生，在男生。啊啊啊！看点是在哦。哦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站好，站好，立正，手边在后面，手边在后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来来来，宝贝，你这很凶哎，太少了，太有感觉了嘛，你这个。谢谢有吗？对，当然有啊。太辣了，你因为找那个男生一起跳，你要找宪哥嘛。那我这个我会挑嘛，拜托跳什么舞嘛，稍微抱一下躺在那边谁不会？宪哥来，宪哥来，宪哥来，快点跳，跳一跳，跳。女儿大了，现在都不方便。女儿我会照顾，没她都会看我们节目，是不是？她都会看我们节目。来来来，二十七加十。然后绿的是五加十，三十七，三十七。等第二名目前，其实可以再更高的，只是那个男舞者，那个男的出来以后，我就一路往下扔掉，对不对？苦林大哥就不开心了，不高兴，下错策略，男生大哥过来了，男生是不喜欢看到别自己喜欢的跟别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跳舞啊，受不了。哎呦，哎哎，这哎啊，哎哎哎哎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李敖大师说过，对对，年轻的男人看女生看脸孔漂亮就够了。对，那中年的男人看女生就要看胸部。但是老年人呢，只要看腿就够了。所以我只要看到他的腿，其实我就已经到达顶峰了。奇怪，再来你做什么都不重要。哎，那我到底什么年纪的？
啊，我一定要看身份证哎，真吗？你干嘛？对，他有几次要满十八岁，找到几个身份证是未满。每颜色不一样，是男的，哎，我啊，对，这个还是要不错，现在好吧，现在很多不错不错，37分，好吧，小茉莉来来来来，在女牛仔小茉莉的野性调教下，苦灵能够守住最后防线吗？小茉莉带来 cowgirl 的调教，哦，哎呦，天哪！哦，哦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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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看，犯规犯规了啦！犯规了啦！犯规了！犯规了啦！这一段你们先，女生去访问。侮辱交整段交给你，宪哥你干嘛？宪哥你干嘛？宪哥干嘛？原来还有救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给我逮捕！给我逮捕！你们三个！有正气一点！哦，我再这样，我现在朱大哥走路呢，我来吓你了。你别多跟你跳嘞！我朱大哥身体真好。没错，哎，看麦，你这样哦，14，你站不站？14七乘以二十是28而已，你给西跟他派去哦。那也不一样嘞哈，大自然待太久了，这个已经疯了，你还哎，他都还嘿嘿新的新的嘿吼嘿犯规了，犯规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，我要狂嘿，刚刚本来还要拿跳绳，我们制止他做这种表演，哦，太可怕了，来来来来，因为哈我们在森林里面，这个看到最刺激的画面哈，也就不过是青蛙交配，五星星啊，就这样啊，青蛙交配啊，对，哇，那日子这样过得下去吗？对，所以。对于人的反应会比较迟钝一点，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皮鞭，因为皮鞭是驯兽师用的，对，那为什么老虎啊什么狮子啊，为什么这个鞭子他会怕，他不是怕你打他，是那个鞭子声音他就有所期待。哎呀，谁那会？我今麦骑的公车，你怎么的皮鞭？大自然，公鞭，对不对？我想讲骑那虎鞭，旁边看到有感觉。来来，黄天仁老师，哦，你看到，真的有感觉。卡那夹干呢啦，卡拢都来都管理你嘞。哎，刚看真的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太辣了，太辣了，他这个真来来吧，来认吧。一闪一闪的波动看得很吓人。你烧声呢？我可以脱下衣。你听到烧声啊？哦，烧声了，热嘞！哦，是热了，热起来了。大家预告一下，茉莉好像要发写真集啊。是啊。我们刚在讨论尺度的问题，是。然后下个月是吧？听说有拍一些不能公开的，就也不能说露点啊。哎，他那个叫毛片。对，毛片，就是全部还没修过了，还没修过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性感有一点误解，总觉得性感就是要露出身体的哪些部分，或者做一些暗示性的动作。但是你记得钟丽缇的写真集吗？晚娘哪一她的写真集哪一幕哪一张最精彩？就是只有他的脸，然后他两个手被绑着，对，自然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你真的有看？他完全没有其他的画面，可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性感，因为遐想，因为他表情不是恐惧，不是愤怒，而是对对对不对？哎，我好像也，我好像看过波多野结衣也是被绑起来，不绑起来这种情节很多，这个太清纯了。
清纯。可现在男生都喜欢这种的、啊，从玛丽莲梦露开始，是哈、哦，男人就喜欢身材很火辣，可是看起来很清纯的，就觉得比较好骗，哦、知道吗？玛丽莲梦露，雷梦嘛啊、哦，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是觉得像各种看起来很清纯的比较好骗，可是像我们这种看起来就会觉得，这个应该不一样。哦，哎，应该不一样，不会一样。哦、oh, ，OK， 那没关系，好吧。北北老了，北北老了，可以帮他承认了，是是是是。北北比较喜欢，所以两个，哎、欸，应该两个表演完毕了，来来来来来呀来呀，摇来来摇摇，反正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七。好，摇摇赢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你在哪里？你跟苦林哥有一个类似的地方，共同点，脸很长，我没讲，还谢谢你帮我讲出来，脸型真的，脸型有些有一种妇女的感觉，好吧，恭喜瑶瑶获胜，竟然是成熟的瑶瑶打动了苦林，还是瑶瑶长得比较像动物，比较亲切呢？还射过无数性感女神美照的黄天人，谁能成功突破要求极高的他呢？黄天人大哥，阅人无数。美女看过最多的，对啊，你竟然从头到尾都夹住，厉害，安全安全安全在，安全安全，他怕火箭升个，来来来，后面两位你好，哇哇哇哇塞，哇哇哇哇哇，这个 pose 出事了，这个 pose 哎，什么东西，什么称号？你好，第一位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。魅惑妖精女教官，女教官，女教官，哎、啊，那第二一位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可以带你去遨游世界的性感艳后。性感艳后，埃及艳后啦。哎呦，哎，一个教官，一个艳后，如果是你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位？都有点怪怪，都已经毕业了，都怪怪，都怪怪的。艳后好像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哦。哦，应该都差不多八百多岁。但老实说，艳后如果用怪怪如果艳后用那种方式呈现，我会兴奋哦。就是绑绷带，那叫木乃伊吧？性感木乃伊，啊、这就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林波林有没有？有一个道理，有一个道理在那一边，好吧？厉害了。另外一位教官，教官呢？教官，教官太严肃了。真的没有没有，这个教官比较特别，他是突破、啊，他腿不穿丝袜。他丝袜直接套在头上，那是如何啦，然后啦，那是如何？一起欢迎他们两个出场哟！还有，天哪，小爱，哎呦，娜娜，来来来，不行，那你们今天都太可怕了。来，娜娜先来，娜娜 say hi 啊，嘿嘿嘿。露露哭了，哭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好害羞啊、欸！害羞什么？有什么好害羞？这很健康啊！他们每个人的胸部，爸爸就是都身材都太好，身材都大家都很有礼貌，是吗？对，长辈嘛，来来，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嘿嘿嘿。Hello， 天蓝哥，今天我有帮你准备一套专属的舞蹈哦。哇 ，Only for you、欸。第一次被彩姐这样讲话哈，很开心的。彩制品，彩姐好，还蛮有一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对啊、欸，本来还有性幻想对象，那整个坏掉了，立马。哎，彩姐年轻的时候很正啊。有啊，真是的，这坏掉。好，好好，你有什么特殊的话想对？来，碧莉姐，大哥说嘛。哎、欸，本来有幻想，你碧莉姐。天人哥，最近寂寞吗？你皮肤过敏啊？宪哥，人家在性感，喂，人家在性感啊。好好好，那可以正式来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录影了，好吧？两位谁先来？娜娜是吧？迷幻埃及艳后。是哦。哦，太可怕了！他的舞蹈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看注意，真的可怕。你要看注意，来来，想勾动天然老师魂魄的幽魂娜娜，不是埃及艳后，她能成功吗？娜娜迷幻埃及艳后，啊，还有，哦，又是一个失眠的夜晚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
天哪，好性感哦！哎，看他，哎呦，飙了飙了！哦，哎，看他这样跳哦，我会想到 La Bang James 哎。啊？啊夹紧一点，夹紧一点。哇，有好有美感哦！哎，哦，朝天凳就来了，有没有？厉害！来了！哦，来！哎呦，也两位老师也跳得很棒，谢欣，23呐，谢谢欣。但绿的反而没有，绿的零哦，为什么？本来快出来了，但是本来快出来了，什么东西？你这能播吗？喂，医师，然后刚好他老婆回来，对，他们就靠近了，太靠近了，一定造成一些威胁感。觉得我觉得跳得非常的棒，啊，跳得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他那心跳乱得很呢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一下高一下低？我真的吓一跳，最高的时候比刚才练的还高。黄老师刚才最高的时候150下。哎呦，150几。哎，你参加马拉松比赛大概也150几跳不到，150、160。来，认吧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刚刚一直在看老，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一个哪一位老师？有一个蓝色的吗？谢欣长得像谢欣，还是红色那一位？老师哦，长得像去换衣服，因为谢欣长得像 Selina 嘛。哦，对，好像看起来很好，觉得很好。哎呦，不过真的很性感，那几个动作非常。哎，阿任吧，那个你们很巧都穿紫色的。那我可以先点一个一号的偶仪吗？拜托，喂，先预先晃，先预先点菜。苦林老师，来，要我说什么呢？我真的非常感谢制作单位，是，让我十年来不食人间烟火。对呀，太好了，终于知道这个社会是如此的美好。所以，苦林兄，赶快回来吧，苦林兄。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一定要晚上2-3点才敢录嘛？对，被警察抓两次了，是谁受得了？对啊，真的，太夸张了吧？奇怪，怎么在录影没有导播了？导播被抓走了，好辛苦呢。难怪有一次号嘛，难怪有一次灯开的特别亮，我想说怎样哎？林姐是不是？对，警察冲进来，我们以为是戏码嘛，哎，灯打开，一起搞。哎，有一次你知道吗？我们看那个后面的工作人员人变多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警卫都上来看，对，围票难求，我竟然还要买票。还有一位，你就先忍着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更要夹紧，狂野女军官。哦，来，一部威严女军官将带来最性感的反差，她能吸引黄天仁注意吗？小爱，狂野女军官。哎呦，Tag me.包厢两位贵宾悬浮起来咯，飘起来咯。哎呦，高反差，我的妈！哇，先撑住。上晚上怎么睡觉嘛？
好。哎呦！来来来来，哇！哎呀，慢慢，哇塞！有一个动作，我觉得很有。哪一个？它是上面抖，再抖下面，那什么？哦，这个很难，那个上下抖，那个。怎么抖？有一个动作，上面抖完再抖下面同步。对他教阿兰。咚当当咚当当咚当。对，哇，这个难，很性感。所以大家，我跟你讲哦，性感以外，还真正有真功夫在里面。舞蹈底子在里面。来哦，我今天等一整天呢、啊，一直面对你的牙齿的。哎呀，他嘴巴还没有合起来过。来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平常天老师都是笑的哦。他这个没有感觉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平常美女拍太多，有点审美疲劳。这玩，哇，这是不是已经有缘？宪哥，你看我就是担心我们这个器官坏掉。嗯，器官坏掉，坏掉。哎，刚才这个上面抖完下面抖，这个你没感觉？好不好？进来没关系，不要讳疾忌医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、啊、明天我帮你挂个号，好吧？好、哦，刚这一段苦林老师，哦，我觉得。你们节目对我不太公平，怎么说？怎么了？为什么我觉得比较激动的都是他们两个人？对的，你的不激动吗？你的很激动哎、欸！你很激动哎！哎，拜托、欸，这两个你的最激动哎、欸，你的是最 high ball 哎、欸，真的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没办法走路呢。他抗议，我要抗议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都没有反应，那是你的问题呀、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对对，腰肌下来，腰肌。结果妖姬还赢过我们女教官，是的啊。你念书的时候，教官曾经让你受伤过，有阴影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没有，刚刚是柴智屏啊，哦，因为太像，就变成熟朋友，你不好意思。哦，真不愧是会勾魂的娜娜，还是不要当艳后，当幽魂好了啦。我今天穿的过剩，好吧？嗯，好。你听不懂啊？埃及人，我还跟他讲中文，真的吗？埃及话怎么讲？要说埃及话，但是我也不会。那是非洲人，所以他们没空。恭喜这边获胜了，好不好？跳的也很棒，两位，谢谢他们。哦，哎、欸，今天我们这个三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，当然只为伯君一战。哎、嗯，不过几个人呐、啊、下来也有分冠军哦。当然，有欸有欸、对不对？这个分数最高的、啊哎、竟然是我们的妖妖啊！妖妖是我们的 winner， 请接受我们的那个，好吧？起立接受我们的掌声。对，妖妖，你是老男人的菜，真的耶，好吧？好，再来，好，请坐，谢谢。那获得最佳美姿美仪奖就是我们的小茉莉，请鞠躬，谢谢几位评审老师啊，谢。有这个奖吗？哎、欸，但是其他几位，我觉得今天表现太精彩了，都真的很用心啊。茵茵是最委屈的，她21，为什么？这些老机器都还没 keyboard 嘛。哎呀、啊，你懂吗？她暖身完之后，后面都厉害了嘛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下次要跳钢管，你们死定一定要再来，好吧？再次谢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明天同天继续回到这儿，综艺大热门。谢谢所有的美女，谢谢。